睇完之后记得 CLSS like share 留 comment 同埋订阅我哋嘅 channel， 多谢大家。Momex OnePlug P20W2AEC11 位拖板$218，人人需要的快充排插，带 PD3.0 的 20W 快充 USB 模块 ，PD3.0 USB-C 加快充 USB-A， 20W 快速充电能力，多功能发电站，一次为15部设备供电，直立式设计，大幅减少空间占用，安全可靠，电容保护、过载保护、短路保护，值得信赖的品质，完全认证的94 feel 阻燃材料，小家电又好，同时为小工具和 SD 充电，便携榨汁大杯$188，箱盖畅饮，十叶蒸钢刀头，现榨闪壳，1公升大容量，大功率鲜榨，简单操作，长效续航，可拎可背。榨汁机附加功能，碎冰搅拌，电源方式，锂电池，电压220V，功率60W。CLD Lake 养生壶$158，总店分店均有售，进口滤芯5层净滤，7大功能多能炖煮，600毫升容量精致飲食，702小时恒温温暖随时有，小巧面安装放哪都合适，升级智能测流及时提醒换芯，多功能一体净煮新意，不仅会净水煮茶，还能炖煮养生。无线蓝牙话筒音响一体麦克风$76，淘多多分店有售。蓝牙5.0即点即播，多种音频输出可插 TF 卡，圆弧7彩灯效随着音乐变化色彩。大容量电池可实现长达8小时的续航充电，一次稀个够。橙色嘅微波炉手套都系卖咗$3。以宽迷你便携嘅小拖把都系卖咗$18一个。而呢款韩国嘅防 UV 帽都系卖紧$29，需要揾帽嘅朋友快啲嚟买啦！大大个嘅便携水樽都系卖紧$20一个。超大支嘅漱口水都系卖$40。一包里面有3对嘅男装船袜都系卖$9。而呢款大大把嘅气垫梳都系卖$15一把。今次喺淘多多总店同埋分店咧，都见到有呢款咧18cm size 嘅烹饪锅卖，佢仲要内置埋有埋过滤器嘅添。而家仲有限时优惠价，都系卖紧$30。如果需要搵锅嘅朋友，快啲嚟买啦！
在分店门口的位置呢，看到有一个一套五件的茶具套装，它是有一个壶连埋有四个杯的，现在做了限时优惠，都是卖了10元。如果需要找茶具套装的朋友，快点来买啦。孩子除臭球5元。两条装的除油洗碗巾4元。床头置物袋12元。后窗防磨贴2元。日本洗脚捽脚的神器7元。可以放到大 size 的手机的腰包15元。啱晒运动时用的腰包9元有一个。充满花花图案的两个轮的折叠购物车12元。鸡蛋坐垫35元。呢款之前都有介绍过，非常之靓声的蓝牙音箱都是卖紧40元。以40元呢个价钱，简直系冇得输啊！系一个性价比非常之高的蓝牙音箱，要用的朋友快啲嚟买啦！而呢款是可以一物多用的便携风扇，它可以用来坐台啦，可以用来夹住嚟用啦，或者可以掹翻出嚟手持用的都可以噶，简直是去到一物多用。而家淘多多多都是卖紧29元咋，要找风扇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啦。好，今次嚟到淘多多咧，又见到有新嘢啦。呢款是有数字显示屏的蓝牙耳机 M90 Pro。它的耳机盒是用滑盖设计的，而单次使用大概可以用到5个钟头，待机时间大概140个钟头到，单次使用大概用到4至5次的。它是兼容 Android 或者 iOS 系统，同埋支援 PC 端的。它是用了全新一代的蓝牙 5.3 技术，传输更快更稳定。它的充电仓容量是 1200mAh， 同埋它是用 Type-C 接口的，非常之方便。自己试用过个效果都好好噶。而呢款蓝牙耳机咧，而家淘多多都系卖紧40元咋，啱用嘅朋友快啲嚟买啦！呢个咧就是日本东京圈设计株式会社设计嘅蓝牙耳机，咁你下面呢度咧就有四盏灯嘅，吓啦，呢度可以望到有四盏灯，佢支援咧就蓝牙5.3，咁另外咧就可以充电嚟讲咧就系充电2个钟，可以用到6个钟。同埋佢夠曬靚仔嘅，你長戴住咧，佢有埋個軟身，係啦，加過你隻耳咧就唔會隱耳嘅 ，OK 嘅呢個。同埋呢個咧，你望一望佢後面，係啦，佢 Type-C 充電嘅 ，Type-C 絕對抵玩㗎啦。我哋之前賣係賣50元總電，而家我哋做緊40元，獨家優惠啊，啱啊攞埋啦，40元啫。呢個藍牙耳筒，我哋之前賣50。日本東京圈設計的株式會社設計的，係啦，包裝好嚴謹。好，呢個就簡單啲 ，micro 插電，係啦，電蚊拍。點用呢？開關呢度，推一下，撳呢個紅色燈，代表電網有通電㗎啦。小朋友就唔好亂咁撳啦，擺隻手指喺度啦。電蚊枝、電烏蠅、電蜜蜂都 OK 嘅。系啦，推多下就有埋个照明系统，系啊，简单易用冇难度，系啦，侧边位呢度就直接系 micro 插电嘅，OK 嘅，唔差嘅质素，20元，最好卖噶啦，米尼电蚊拍，电力十足啊，浑身是劲，
啱啊，整正啦，優惠價喎，攞埋啦，20蚊。行過路過，唔好錯過啦。睇完之後記得 CLSS Like Share 留 comment 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多謝大家。